这个是一个影片，香港的月亮，它前面写的话告诉你说这个时间大概是初三初四啊，然后用什么相机拍的，这个不重要，你也不用管，在香港 Hong Kong 拍的。来看一下它的月亮落下去的样子啊，这是它整个连续的落下的连续的样子。然后呢，这是叠在一块的，然后还有不叠在一块的。然后月亮落下来，来给各位看这个影片干嘛？有人会问这样的月亮，你问你这个时间看到月亮长成什么样子？你看到它应该是什么时间？啊，哪一边或之类的？就这个。有人会问峨眉月，这个月亮叫峨眉月，这种月亮呢可能是初三初四，古文叫做新月，可能是二六二七，古文叫做残月。人家考试画了一个月亮给你看，请问你怎么知道它是月初还是月末？那很好，第一个傍晚看到的是月初，上弦月上半夜看到，记得吗？庆看到的是月末，下弦月是下半夜看到。画地球画太阳，月初的月亮，圆到地球写个 T， 中间切一刀，有白天跟晚上。白天看不见，看见的时候是什么？晚上傍晚时分看到，对吗？而且正在怎样？落下，刚才那个初四的月亮正在落下 ，OK， 所以第一个帮我看见，第二个看到的时候正在落下西沉，月初的月亮，连到地球写个 T， 右边白天，左边晚上，白天看不见，所以怎么看得到？清晨附近看得到，对吗？看到的是正在怎样？正在升起，所以。月末的月亮，清晨看到的时候正在升起。第一个看什么时候看到的，第二个方向讲过了，上弦月西明东岸，下弦月东明西岸，看哪边是亮。记得台湾人是往哪边看月亮？南边，往南边看月亮。所以左边是东边，右边是西边。所以西明东岸的就是月初，东明西岸的就是月末。OK 吗 ？OK。这里是大学学测题，但是你们会。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我就听到老师，我今天跟大家讲解书本里面所说的那十个问题哦。他说当晚天色刚暗的时候呢，他老师当了分工课，他正在金星木星双星拱月分散。这些大家都没看过。现在输出哪些正确？第一个看这个解说书，你们发现它是两个两个一组的。A B 是一组 ，C 是一组 ，D 不是一组。还没有任何一种单项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分开的分开。那么这个 A B 它问的是拍摄日期为农历的几月几号 ？C 是问的是到地球的距离的比较啊。那一个它问的是我们月亮的移动方向，就是向哪里？我把他的 C 珠删掉了，第一个是跟现在没有关系，第二个他当初的讲解有讲错的，就把它砍掉了。然后这个微笑的月亮，我们南亚国中也考过。那跟你要考的是三个不一样的观念哦。首先，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A B 的观念哦。A B 它考虑的是拍摄日期作为农历几月几号，这个你需要了解的是所谓的月相，也就是月亮的阴晴圆缺，人的旦夕祸福啊，不是人的旦夕祸福。
我跟你讲过，你不要写右半边亮，你要写西边亮，因为右跟左南北半球看到的不一样。我说过南亚国中考过这一题，南亚国中考过，南北半球看到的不一样。OK， 所以不要写左右，你要写东跟西。右半边亮，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上行月，右半边亮的时候。那当我们全球进行的时候，那是说是我们火山当中大的时候。好，那随着我们到下旬，到二十几号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下旬月。下旬月呢，会是九分亮，九分亮，大家基本就会是下旬月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会从这三颗星月组的过程中呢，它就会变成我们的新月。那记得下旬月之后的新月呢，也就我们在讲的下旬。中文古文上面，下旬月之后叫做残月，不叫新月。新月是初三、初四，新月是二六、二七啊。有时候它的星月呢，是我们的九分亮哦。而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上旬月，它的星月呢，整个是亮在右半边。OK 吗？好，今天呢又回到我们的月底哦，又换成了我们的血月哦，就是什么看不到情况，所以要持续这样的一个轮回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了，如果我们要去判断我们看到的月亮究竟是在我们的上半月看到的，还是下半月看到的，我们就是把它切成一半。然后呢，上半部看到的我们的月亮呢会是右边亮，如果是下半部看到的呢，我们月亮会是左边亮哦。这是七面七里东汉东一下。首先要问的话，是农历初三，农历二十六，大家也看得出来，这个是一个新月，也就代表说呢，它会进入到我们的一号到七号，跟我们的二三号到二十九号之间。那大家心中很看得出来，它究竟是左边亮还是右边亮呢？虽然这个偏右跟偏南不明显，不过大家总看得出来，还是比较靠右边亮亮的。所以我们说靠右边是什么？右边就是我们的上半月，上半月呢就是我们的农历初四这个选项啊，这边大概我们选对啊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一二 ，OK， 月亮在云中的一个方向可能是朝右下还是左下 ？OK，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月亮呢。是东升西落，所以东升在这，西落在这。那刚刚有没有印象？老师刚刚有默默的把一个地方当红色的方向，就是朝西方，这个就是右边看。那我在西方看到一个月亮的时候，这个月亮注定它就是要落下的，它一定是朝下方，它在朝上方哦。那究竟是右下还是左下呢？这个我们就不需要牵扯到月亮的轨迹了。这个轨迹不是月亮轨迹，这个月亮太阳轨迹，我们后面会教。这不是月亮轨迹，是太阳轨迹。那么复杂啊，它西明东啊，往西边走嘛，对不对？往亮那边走就对了，所以就是右下。OK 吗？那跟初夏秋冬的走不同，那总共有为什么有这三个？没关系，那我们要知道这三个东西，所以我们要在等待文字的部分告诉大家。好，所以这一块我们说要让一个方向呢，就是朝向右下，刚好这个不知道答案有没有答对哦。好，那这一块的答案呢，就是我们的 A。三跟一二，大家答对了吗？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要记得什么东西哦。这边呢，我们要记得我们的月亮它的因时轮廓变化，还有我们记得我们的右边亮呢，就会是我们的上半部的月亮；如果是我们的左边亮呢，就会是我们的下半部的月亮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记得我们太阳
哪里有就是我们的病人，那月明的当天的我今天就跟大家讲解一下热量这个东西，食物量这个东西要讲就讲的东西，大家把它有心的部分。好，那就像我们上面所说讲的，一个呢就是它知道的热量的等级，它的饮食人群，然后什么时候出现，什么时候会过热，什么时候它会出现偏哪边，什么时候它偏向于哪边。这里是复习考的考的题，画了四张图，有个柳树画四个月亮，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问你月亮，咱这我不讲，你回去试一想。杨柳岸，晓风残月，晓风什么意思？清晨，清晨看到的月亮会是哪一个长相？你回去想想看，这是你们复习考以前的复习考考过的题目，想想看。想想看，清晨看到的月亮会长怎样 ？OK， 到这边告一段落。